能好。那个酸菜包饺子还烫吗？哎，媳妇，那包饺子用烫吗？就是你正常，你包饺子，如果你想酸一点的话，你就投一遍；你要想那个不酸的话，你就多投两遍。他们说用烫吗？然后拧干了之后，然后直接剁碎包就行。嗯，直接剁碎包就行啊，不用烫。啊，不用烫，酸菜馅的饺子，兄弟们，你们想买酸菜的话，你们拍那酸菜啊，酸菜好吃，正儿八经的咱东北酸菜，兄弟们啊，你们想拍酸菜的，想吃酸菜的，19.9块五包酸菜，老铁们，啊，19.9五包酸菜，不用烫啊。酸菜烫完之后就没有酸菜味了，不好吃了。老大。啊，抱老大，兄弟们啊，抱咱老大媳妇儿，老大太沉了，兄弟们，不是我不喜欢老大，老大太沉了。你好，抱老大啥意思啊？媳妇儿咋的？胃疼是不是？我感觉有点不得劲儿。你们几个谁拿手机？我抱抱姥姥，行不行？你们谁替姥爷拿手机？啊，小明娃，你替姥爷拿手机好不好？姥爷抱抱姥姥，行不行？小明娃，啊，就是你们不，你们做那个酸菜不用热水烫。啊，不用热水烫，你烫完之后就不好吃，啊、没有酸菜味儿了。老四，老四啊，我可告诉你老四啊，老四，哎，你发发那媳妇儿，我一说我要告诉你的时候，老四就走了。嗯。啊，老四你过来，老四来，老四你过来。这我不说这话，我不说这话的时候，老四可高兴了。你看老四贼高兴，这个笑一个，这个老大你也过来，老四老大，啊。老四啊，我可告诉你啊，老四啊，我要带老大。谁啊？你看看你老四，他妈的眼睛瞥了你，往赶紧往边上躲。老四喜欢你，媳妇儿。嗯，他喜欢我。啊、来吧，来来抱，来来抱老大，来来来，看老大，来来吧啊，来抱老大啊啊，老大太沉了，兄弟。哎，老大不像老四那么那啥。老大沉，老大他这个肉实诚。你怎么看他翻过去了，老大？啊？辣白菜现在没有了，你们可以买咱们家酸菜。哎呦，你看老四不让，老四不让。完了，急眼了。又惹起战争了。看不着，惹起一场战争去，你们看着吧。老四不让他，老四不让我抱老大，看着没？看不着。干啥呢？老四真怀，你知道吧？看都欺负他了吗，兄弟们？都欺负老大了吗？嗯。啊？不行，你们几个滚！我就抱老大，我就歇老大。酸菜怎么会苦呢？不苦啊，不苦。我就歇老大。老四，你起来！老四，我就歇老大，不歇你，老四。你看他咬他，你看看，你看看。啊、老大，你咬他。老大真好啊，老四啊，我可告诉你老四啊，我告诉你我要吃了你的狗肉啊，老四真怀，老四真怀，老四从小就真怀，完了，这老爷心上一个，你看他们抱使劲，抱使劲，使劲。那抱我使劲啊！好，我抱使劲，三也不愿意，看着啊。嗯。啊，使劲真乖。最高以前的时候，兄弟，俺家三直接怼他屁股了啊！小石，你身上怎么全掉的掉他妈大狗毛呢？啊？俺小石身行了。酸菜也分地区包邮啊，大多数都是包邮。新疆包邮，新疆呢？全都包邮。新疆也包邮。新疆不包邮，除了新疆，其他地方全都包邮。那不得了，北京也包邮。北京也包邮。除了新疆，剩下全都包。除了新疆和西藏，剩下地方全都包邮。小狗叫唤的时候，不是咱孩子。啊，没事了吧，兄弟们？我再歇一歇，老大啊，老大，来再歇一歇，老大。哎呀，老四，我歇老大呢。哎呀，真好。哎呀，哎，歇老大，哎呀，老大真好。哎呀，我这歇老大，我这歇老，哎呀，老大真好，哎呀，歇好了。哎呀，又操，谁踩我了？
要歇歇老四吧，四哥。咋了？他们说我们新疆惹你们中国了，啥啥都不包邮。哎呀妈呀，这你这应该找谁谈谈这个问题呢？哎呀，这个事儿吧，兄弟们，这个事儿吧，谁不是说人的，不是说个人的事儿，知道吧？就是路途比较遥远，兄弟们啊，路途比较遥远，本身它就贵，油。